好，需要牙签吗？蔡三金会提供贴心服务哦。不行啊，我只要眼睛一闭上，满脑子都是牙签的画面嘞。早安，帅哥医生。看你睡得很熟哦，为了帮你漱个口。哦 ，VVIP， 够头发湿到呜。欧阳主治，我送你那个茶叶不错哦。什么茶叶？我不是交代你一个茶叶礼盒要送给欧阳主治吗？你暗杠啊！陈正泰，你到底收我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啊。